My job is to make Thank you.
所有一丝青春的气息，尽情地挥洒青春的活力吧。我们在国中阶段不留任何的遗憾，这就是903班。
师，建威老师非常有耐心、包容心，更是有勇气、认真的带领三系。此时无声胜有声，老师的介绍话语非常的简短，所以我们先把掌声献给老师。现在进场的是高三一班的刘逸瑜老师。逸瑜老师虽然每次都出口严笑，但在严肃表情下的他是位善解人意且乐观负责的老师。他会细心关注同学的状态，在课业或生活上遭遇困难时给予关心与协助，使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感受到无限的温暖与支持。高中最后进场的是高三体的班导郭俊元老师，多才多艺，样样精通，在班上学生遇到什么困难，老师都能处理。虽然老师脾气不太好，但是总会带着笑容在学校，同时也是好爸爸，家庭中的好爸爸，学生眼中的好老师。也是最痛苦烦闷的，但我们选择用最率性、
利落的方式来迎接这场名为青春的告别。接下来我们欢迎五位九年级生所带来的精彩表演，掌声献给台下。三年前，我们闯进了彼此。
撑得了这几夜。而今天最后一场重头戏将要开始，在开演前，请各位观众保持安静，稍安勿躁。新北市立竹围高级中学110学年度迈向名为青春的告别，高中部第八届、国中部第24届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奏乐。主席致辞。我们欢迎竹围高中大家庭的大家长杨耀春校长为我们的各位毕业生勉励。好，我们詹队长还有我们各班的毕业班导师，各位同学大家早。校长早。好，谢谢哦。那场名为青春的告别，那校长呢，首先恭喜大家毕业了哦，应该很开心吧。那这边呢，校长要首先谢谢我们所有的任课老师，不管各班的导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师长，在这三年来对同学辛劳的教导跟陪伴，那谢谢老师，你们辛苦了。最后呢，也要恭喜所有毕业的同学顺利完成重要的学习阶段，那即将迈向更宽广的人生旅程，期待大家都秉着我们竹围高中的愿景，真善美心的精神，继续在努力，在逐梦的过程中能够坚持到底。那也要祝福大家鹏程万里，展翅高飞，迈向更璀璨的人生，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校长。家长会长致辞。恭请本学年度家长会詹新兰会长上台致辞，祈勉毕业生。感谢竹围的国中、高中的三年级的导师们，你们的陪伴最重要。也谢谢我们竹围高级中学所有的行政老师，在这三年来的辛苦，尤其是疫情，也很开心。希望你们毕业之后能够再回来。大学四年之后，当了社会人士。请当我们的校友，恭喜你们，谢谢。谢谢我们的会长。神秘贵宾的线上祝福。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的毕业典礼没有来宾的参与，但关心我们的长官特地捎来线上的祝福。现在我们一起透过观看影片，收到淡水区神秘嘉宾的祝福影片。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市长侯友宜。首先，恭喜所有毕业生完成人生的重要学习阶段，迈向更广阔的人生旅程。今年疫情严峻，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及同学们携手投入各项防疫工作，一起守护身边所有的人。我们秉持务实的精神，以确诊者为中心，依据风险评估因地制宜、弹性授权的原则，让各校都能用最合适的授课模式，保持学习不中断。疫情开启了另一个学习契机，让大家更熟悉数位科技。疫情如同一次次的学习关卡与挑战，只要我们努力坚持，勇敢面对，同时能够关怀与体谅，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迈向美好的未来。最后，再次祝福所有的毕业生都能平安顺利、健康快乐。让我们一起守护新北，为新北加油！校长、老师以及各位毕业生们，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侯孟楷，很特别的又用线上的方式来参加大家重要的毕业典礼。其实我想人生一生当中要参加的毕业典礼次数不会太多，但每一个毕业典礼其实都是很重要而且格外具有意义的。我们常讲毕业不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但是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话，因为代表着我们今天的毕业就会是准备好并且充满能量，好好的为下一个阶段来打拼了。先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们，大家都能够鹏程万里。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年来疫情严峻，而且台湾现在疫情又开始升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像这一次又没有办法共同的来参与毕业典礼，或者是可能毕业旅行也没有办法如期举行。但是大家绝对不要想着这个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气馁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人生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逆境之中好好的努力往前迈进，把握自己所学所长，并且真的能够发挥来突破并且创造新局。我想这一点是过去各位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所学习到的宝贵的知识，以及未来我们要融合这些知识好好的来利用。我们祝福每个毕业生都可以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而更重要的，在今天要离开学校之际，也不要忘记看看左右邻居周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以及师长。真正出了社会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很难得能够有在学校里面纯粹而且坚定的友谊，这是完全没有利益而且没有任何的纠纷，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共同的珍惜而且把握这样的一个感情，不管是同班几年，我相信都会是在未来的人生旅程当中最大的资产。不管你的同班同学，不管你的师长，绝对都会在需要的时候给你最大的支持跟鼓励。再一次的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们，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方向，并且好好的。学体毕业生起立，
学习卓越奖准备。毕业证书，本校高中部应届毕业生陈秉如等260人，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理毕业。依据高级中等教育法及国民教育法之规定，颁发毕业证书。此证，新北市立竹围高中校长杨耀坤，中华民国111年6月8日。本校国中部应届毕业生吴佳颖等205人，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理毕业。依据国民教育法之规定，颁发毕业证书。此证，新北市立竹围高级中学校长杨耀坤，中华民国111年6月8日。谢谢校长，全体毕业生请坐下。我们先拍个照啊。谢谢。好，接下来校长请留步。颁奖。首先颁发市长奖、学习卓越奖。